是要用杏仁气泡酒来代表这个捧花，原因是因为我们新郎官真的是很爱喝酒了，所以希望可以把这个幸福喜悦透过气泡酒来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好友一人拿一条缎带，来自己要选好哦，新人来帮我们发一下。这个缎带非常重要哦，能不能得到这个幸福气泡酒是很重要的关键。来，一人一条哦。好，待会呢数三声之后一起拉动手中的缎带哦，三二一，我们掌声献给今天得奖的好友哦。那也请服务台一楼帮我们把这个气泡酒献给得奖的人，那我们全部的人靠近一点点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拍一张合照来记录一下这个幸福的时刻。我们有些人可以蹲在前面，男生可以蹲在前面。那两位得奖者，我们站在新人旁边。好，那我们靠近一点点，要拍张合照。对，你们非常幸运哦，有这个机会可以跟男神女神近距离接触。非常恭喜我们两位得奖者，希望呢你们也可以找到属于你们的幸福。再次掌声献给台上所有的好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也请幸福新人再次一鞠躬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来，捧花吗？来，你们要捧花吗？来，你们要捧。那待会的时间呢，我们主婚人也是有准备好的，美酒佳肴也要。